有着火，有着火了，着火了，有没有？有，呜耶！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看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拿易燃物堆叠起来，然后就这样烧，对不对？然后烧走的时候再拿掉。对，没错。哇，这样子你们都知道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呢，你们也要自己来亲身去体验一下。首要条件就是，怎么样？挑石头。想要了解打火石的秘密，就要先从找石头下手。石头对了，才能打出火花。小朋友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挑选，敲一敲，打一打，看看哪种石头才可以用来做打火石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来验收大家搜寻的成果喽。